三问抢十啊，包王一 P 和十二 P， 开局包王这边运气我八神加真七，开了个小会员，是不是？看场上六个角色，好像有四个可以称之为包王的主力，不愧是包王啊，英雄值是真的神厚。包门弄包也行也行，这包子也不发波呀，是吧？全凭一手小战币，你得该发你得发，是不是？他都没防了，要做大买卖了，后面人不接气，不行就裸他，是不是？八神打包子，我怎么有点担心包王呢？啊，这局可能会输啊！哎呀呀呀呀！这是啥八神呢？艰难。看一下这边老头。八神老头气儿挺多，八王还在稳啊，龟老头你可真，你也算条汉子，再掏出来，八神完了，这八神要死老头这儿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我以为他会死在红丸那里。这老头还暴击了，是不是准备做大买卖啊？能行吗包？好在老头血不多了，对吧？看一下真七跟红丸两个气，哦，真七这边也是两气，差一点点，对吧？也暴气，准备做大买卖。做大买卖，咱是不是先得从墙角出来呀？啊，然后归他啊，归他，哎，归住了就赢了。他有真七就有真七啊，对面两个五弱，这局呀算了，不预判了。上一局那种人物让他打成那样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对吧，这边草地精死在比利这里也没什么好稀奇的。完了顶不住了，还有两次血，帮他下地带走，这才两局啊，这才两局，刚开始又有老头，有老头有什么用，帮忙又没有八神，是不是？又没有八神给他打，一手下地，照单全收。看一下这边啊，红丸的气好多，上来先爆一颗啊，后面真气不接气。不浪费，不浪费，先刚一下，直接跑过去一个 C 头，这个说实话啊，有点过分。你说过不过分？有本事你再来一个。
拿包王当世界冠军那么打，那是有点过分了。他做到了，包王做到了。他不会连罗伯特都见不着吧？啊？等待一个近身的机会啊，来了，这下老图兰迪了。看包王的压制，他摸一下跑了，原地一个摸头，可以了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战地抓带走。这罗伯特打蒸汽，这咋打呀？老头可以归归啊，这罗伯特也归不住啊。关板边流鼻涕啊！两期了，基本拿下了，对吧？来个下臂，哎。艰难啊，包王这两局角色占据绝对优势，但是这个打得挺艰难。这局有个龙二啊，可是有个大门，一人一个主力，这回差不多了啊，这回人物差不多。下扣、龙二上来先丢半血，哎呀，真客气。包子打龙二就得发波了，发不发？全是跳臂啊，想打逆向做大买卖。就不蹲，哎，就不蹲，不让你打。两气大门，三气板气梁，进角落了，包王，漂亮，一个大影跳就跑了，南通博尔特。好了，现在大门没有，算了，带走了，跟反，真。老头猴子拉尔夫，哎呀，包王这边，龙二大门加列娜。晕了，是不是晕了？没晕吗？差一下，包王能顶住吗？能顶住，居然让他顶住了，哎，好难受。包王压制，自己跑了啊，还挑衅。包王打老头都归啊，真的可以的。
还有大门呢，霸王的大门，莉安娜打猴子都很厉害。关键河池的猴子吧，咋说呢，对不，这一飞就挨揍，就全凭小前脚，知道吧。直接刚了，捡不来，看霸王的压制，没有第一时间没有刚到，一飞就挨揍，一飞就挨揍，对，就全脚就完了啊，整那些没用的。裸杀，那这局没了，3-1了。他这猴子还掉之后啊，拉尔夫还得还一半。这不得再给一脚啊！哎呀，讲究啊！完全不把拉尔夫放在眼里，是不是？那就不客气了。他猴子那暴气必杀，他还的血说实话肯定是不够的，但是霸王不要了，就要那么多，那是霸王的事。有没有机会啊，来个跳地下 A 后前拳，上演一波宇宙幻影。刚到角落这还跟了一下，这一套下去啊，拉尔夫血量有优势了，而且还有气。这回该慌了吧，小包啊。2-2，比分2-2啊，看一下这局。霸王有一个真气手底啊，克里斯还可以给他加气，还是不错的啊。叶枫，河池这边是龙二加特瑞。还有表气，霸王的克里斯去哪儿了？哎，他克里斯呢？你看克里斯给他有点用啊，加了科技。反三了是不是啊，暴躁。这空房崩太远了，抓不着。我不知道克里斯咋没的，我刚刚不是念广告去了吗？看一下这边啊，龙二点一下之后直接跑抓，想打一个包王一个乱斗啊，这个有点难，因为他不动，打 AB 还行，六亲不认的小步伐啊，抽他。一顿抽，不生气吧，包儿啊！不，他俩上次打三问，霸王赢了。今天何时肯定要往死里揍他，就看看有没有机会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下千鹤血量见底了啊！堂堂一个千鹤，是不是大五强？被一个克里斯打成这样，要晕了，克里斯还一下没点着。
还好赢了啊。浩王后面剩两个五弱，剩两个五弱，你说有啥用？没了，有点用，有点用，有点用。前鹤的气血多了啊，半血了。看一下安迪，得打三个骚根，还得来一个。呀，三个还死不了，还得来一脚。有力，行吧，两脚两脚。包王的 AB 啊，真是小影跳，来个打击头，这一套挺疼的。哎，等到了包王的 AB， 怎么着？后面剩的是表下二米吧，起大波的，有机会反三吗？两颗气接近满血的安迪，这古愿称之为安迪王啊啊！这不亡了吗？这安迪，哎呀，这他妈的，是不是敢升龙啊？真就爱起大波，就爱这一招。死亡的王，安迪王就爱吃那招，没办法。看一下这局情况还不是很妙，看雅典娜，总不能让他靠真武是吧？一顿小跳 A， 哎，就不动就不动，战壁顶回去还是跳 A， 哎，你就不能直接抓他一下？对吧，全是跳攻击。身后这动杖的下也很快的啊，拉后吧包子。哎，刚刚东丈那个两个反摇脚是不是无限连？及时收手了，但是包王死了，两次可以是吧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哪知道？没见过。哎呀，这真武也没了呀！这什么东丈这是？锁血了是不是？就不往下掉了啊！艰难，非常的艰难。他们俩这打的是，哎呀我，可以可以啊，全是南通打法，
5-2。包王这局巴赫包，这不能输了吧？应该转运了啊，已经5连败了。但是包王这个人吧，这局赢。你可以永远相信包王，并且永远相信他。这局应该不能输了，总不能被雅典娜反三吧？这尤里肯定是打不过八神的，毕竟是夜叉八，功夫还是有的。哎，就往这一蹲，等待时机，发动雷霆一击。这尤里这一大嘴巴子就值了啊，输了都值了。可以回去又跟人家吹啊，我三过八神。空防接必杀，带走。那没有气打千鹤了。雅典娜反三的最大的路障就是这一手仙鹤，但是他没有气了，这个时机不太好把握。跳 CD 直接过来追空投，机会来了，送破上门，3-5。我看一下啊，包王这是啥情况呀？红丸大门加蒸汽，他这运气这么好，才拿三分啊！切包王开局就连续两局有蒸汽，但是每局赢的都挺困难。对对对，还血那局啊，转折点，3-1变2-2，就说白了没把拉尔夫放在眼里，结果被翻盘了。看一下包王的大门啊，跟红丸没有气。收着点啊，收着点，轻易不能往前冲，太危险。你等他蹦过来，红丸走了，又是拉尔夫，又是这个拉尔夫。上一次也是大门啊，被拉尔夫给锤死了。这回不着急了啊，挥一手，打一下就跑，打一下就跑，哎，弹远一点，第二个三 C， 还哎呀，我以为他要打第三个呢。这局一人一个五弱啊，一人一个主力，但是正好这个主力是大门碰大猪。看看五弱这边的发挥啊，两个人还都挺鸡贼啊，都放在二发了。不动，比利这前 A 其实还挺好用的。包王是啥玩意儿，都得在墙角待着是吧，就不爱出门练家。金窝银窝啊，都不如自己家的狗窝。
比利打大猪，我记得何时比利打霸王大猪有一手啊，尤其是一手驾招，霸王喜欢硬吃。这一个 AB， 这比利很难了。逆向不吃，再打逆向还是不吃。来了来了，大门啊，面对大猪，还先爆个气啊，骗到了，不会震，第一时间闪走，给他并给他一锤。大门将近三气啊，我感觉这大猪，这大猪，没了。看一下拉尔夫。霸王的拉尔夫就真的是不义派的代表，站 C 下 C， 原地跳 A， 原地跳 C， 其他招不爱用，是不是？呀，跳 CD 了，那不疯了吗？怎么能用这种招呢？冲动了，冲动了。送包王，四比六，认了吧，包子，这有什么好挣扎的？对不对？保存一下体力，保存一下体力，留待下一局。他金加潘还想挣扎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带走八神。寻求一线生机，哎哎哎，我心软了，刚才啊，包啊，接必杀呀，你看人家跟你客气吗？刚才跳地打到直接就站 C 前一大逼斗啊，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他甚至还要掏你肠子，心软了啊，心软了，一时心软。他甚至不拿你当人，哎呀，打死他。就喜欢这种打法，哎，朴实无华。晕了，真七加大门，霸王这边我感觉这四分啊，全是凭，算了，凭本事拿，真是艰难，凭真七拿的，他正好随机到四次真七。年度催泪大剧《残忍的父亲》即将上映，
正在上演，请大家文明观看，不要投食。Round three, lady, go. 188没有功劳吧？188那局不是让有力大嘴巴子给删了吗？啊，对，三次真七啊，一次八荷包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怎么还晕了呢？真的残忍。卖个低头，打个逆向吗？哎，来了。还有一下，还有一下，他残忍的，这局又有个大门，真是天要包王，那包子就得王，不然咋办？能拿五分吗？看这边大门，冲动了，冲动了！看包王的压制，哎呀，蹦得真高！轮反震，真好呀！安迪面对三颗七的大门，还剩一个两下米，还剩一个天地反的血量。反摇臂假阵，这不会呀、啊？哎，是不是不会？难得的亲子时光。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奇迹大伯。对吧？这局就翻盘给他看，包子，是吧？包王踢教他，告诉他，什么？他叫做包王踢，这招真好用。八王踢打克里斯不好用了，你没他蹦得高，专踢你膝盖。4-9，这草地精首发了，是想给八王展示一下。进角落第一时间 AB 跑了，不愧是你呀、啊。哎，他有包王踢，这比赛太快了，这比赛啊！不够，追不上，除非有指令头必杀，跑过去直接抓。
Round three, ready, go. 你说包王二比一那局啊之后是吧，就一路拉到现在还是强。看一下红丸跟大门，包王会不会找合适上诉，除非有人赞助啊，不然不可能。而且地保还得给厚一点啊，这场赢三输一的，我包已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啊，那怎么还上诉呢？不过啦，走得真快，干净利落快。